朋友们好，这段简谱我们要重点注意有前因、圆滑线以及后半拍起的音符，特别是节奏的准确把握。今天的难点在第二和第三行，几乎每小节都有附点音符，所有高音都在这里出现。现在我们跟着音乐练习吧，走起。啦啦嗦咪哆哆啦，啦嗦啦咪瑞哆嗦咪，嗦瑞嗦咪瑞哆哆，瑞哆瑞咪咪，咪嗦哆啦嗦哆啦。啦啦嗦咪哆哆啦，啦嗦啦咪瑞哆嗦咪，嗦瑞嗦咪瑞哆哆，瑞哆瑞咪咪，咪嗦哆啦嗦哆啦。啦哆瑞瑞，啦啦啦哆咪咪，瑞咪嗦嗦，瑞瑞瑞咪咪啦，咪嗦啦。嗦咪瑞，嗦咪嗦嗦哆西啦，啦嗦啦。